它绝对是一款人家从你身旁经过会回头看你一下的那一种很丝滑的香气哦，它不是那种很炸裂的味道哦。维提里欧，我人生第一次爱上香根草是因为这一支，它绝对是一款人家从你身旁经过会回头看你一下那一种很丝滑的香气哦，它不是那种很炸裂的味道哦。前调佛手柑、葡萄柚、柠檬、柑橘；中调天竺葵、依兰、玫瑰、胡萝卜籽、肉豆蔻、丁香；后调是香根草、麝香以及雪松。这一支是淡香水的维提里欧，